兼容人都有点社恐体质，一点尴尬都难以忍受。像我如果搭电梯，那个外面有一个人说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男部绝对帮你 hold 住，多少人会假装没听到？对，我们很害怕跟人家相处。兼容人的恐惧啊，很多好笑。大门一打开，哐，啊，看到有人，赶快快。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